日前，范冰冰现身南京一所高校校园拍摄电影，她身穿白色衬衫搭配宽松牛仔裤，尽显少女范儿，身材纤瘦，皮肤白皙，简单梳着长发，戴着有框眼镜，留空气刘海十分小清新，手里端着盆栽更显少女气息，与男演员骑单车穿梭校园，简直变浪漫校园偶像剧即视感，分分秒秒让人回忆青春的好时光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